站住！什么人？退下！自己人。你此番送药材上山，为何竟耽误了如此多的时日？若是误了教主服药的时辰，便是我，也保不住你的性命。 还不快跟我来！总护法，大祭司刚刚回到殿中，说是即刻要见你。今日祭神大典。 如此重要的事，为何大祭司没有陪在教主的身边，却独自提前回来？弟子也不知，且大祭司将雪纹和冰凌一同召入大殿，眼下正在殿中相谈。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 加入此举绝非寻常，今夜恐难成事。 盂兰盆节前一日放下水灯，乃生死相隔，亡灵不甘，是我拜月教的大忌。雪纹。 是水，多年被追杀的生活，已磨去生活该有的平静。唯一的办法，唯有我回拜月教平息这一切。疫情托付于你，珍重，雪纹。生死相隔，无非是多了一份相思而已，有何大计可言？拜见大祭司。 大祭司，这水灯有何意？属下愚钝，请大祭司明示。有人昨夜在济川的下游发现了这只水灯，看来已经有外人潜入我灵鹫山，说不定是听雪楼的人。
听雪楼中，有如此心态迫切想要潜入我拜月教中，又能在盂兰盆节的前一日放入水灯，恐怕除了司母心切的萧楼主之外，不会有其他人。说不定此刻，他就在这月宫当中。 大祭司，属下已经安排负责守卫的弟子，严加巡视探查，一有消息便定会来报。好。今夜，不管来者是谁，若是因他引发教中的动乱或者是纷扰，我定以雪纹之命，祭奠亡魂。 看来，只要我还活着一日，我儿子便将永远的被你们掐住软肋，无法施展全力。那若我死了呢？疫情是不是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攻入灵鹫山？听雪楼。 绝不会允许你等为了一己私利欺瞒教中弟子迷惑信徒，安心不义之事。疫情定会以大义为重，我一个人的生死又算得了什么呢？ 娘，前辈，雪文前辈。 大祭司，雪文经巫医的旧址现在已经苏醒过来了。将雪文和冰凌严加看管。萧雨晴从来没来过拜月教，为何会对月宫的地形如此熟悉？方才又是如何悄无声息的潜入大殿的？大祭司放心，属下这就前去查探，到底是谁与萧雨晴暗中勾结。不必了。
封锁所有灵鹫山和月宫的进出口，将所有守卫弟子全数带回，我要一一细问。是。幸好先下手为强，若不灭口一定会被查出来。眼下就是不知道萧逸晴该如何躲避加入的搜寻。若只是一般治病的金针，为何要如此小心地藏匿起来？还有这地图上几处都标着拜月教的记号，不知明鹤究竟有何筹谋。组织已失去大半势力，难道你还想着卷土重来吗？这就不劳烦金姑娘费心了。我既能一手创立风雨组织，他日我定会有东山再起的时候。邱护玉，当年你也经历过家族被灭之痛，如今为何还要去灭石家满门？当年你们让我如同畜生般的苟活着，如果这些年我还要心存善念的话，我不知死了多少回了。金领主，属下来迟，我与叶姑娘殿后，不料却被风雨组织埋伏。属下实在有负靖灵主所托。带上来。风沙，都别动。若你再上前半步，我便立马杀了他。高大哥，是我武功不济，三番两次的拖累了你。任飞扬，你我之间的仇怨与他何干？你曾说过，问情的主人终有一日会死在泪痕之下，今日你若以泪痕剑自刎，我便放了他，绝技不伤他分毫。不行，任飞扬，真没想到你会变成今日这般模样。看来谁都不会为谁平白无故地牺牲掉自己的性命。既然今日庆姑娘不愿意放开我等，那我们死前就多带上一个人，这样黄泉路上也不会太寂寞。杀了他。请慢。
看来你对叶姑娘倒是真心实意。你这是作甚？我平生最讨厌的便是成天将仇恨挂在嘴边之人。我既放了叶风沙，还望静姑娘今日能饶秋护玉一命。自然我这招毫无胜算，不过是赌一把而已。走。放箭。听雪楼的人，我先回月宫，此处便由你处理。教主，此番安排乃大祭司亲口交代，他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，切不可任性而为。赶紧平息了此处的动乱。是。小茹，青灵主，青灵主，你孤身一人闯山，实在太过危险。我已经在这里等了整整一夜，不能再等下去了。而且我与楼主早有约定，若他天亮没有回来，我一定会闯月宫。那属下陪你一同前往。不行，听雪楼人马还需有人来调配。你现在速回竹林小屋，若我傍晚时分还没有回来，你便带剩余人马立刻返回听雪楼。是。萧逸晴在轿中定是有人接应，守山门的这几个人尸体凉了很久了，他们都是吸入了毒烟而亡。萧逸晴单枪匹马而来，若是能将他擒住便可不战而胜，只可惜还是让他全身而退。听雪楼此番行动意在分散我轿中势力，萧逸晴竟能在此时孤身入月宫打探，简直未将我拜月教放在眼里。不过如今你玄阴心法已成，血纹尚在手中，加上风雨组织的加入，若真要对阵，他听雪楼也未必会占上风。萧逸晴绝非凡人，此番他既然敢孤身夜闯拜月教，那接下来如果听雪楼想要对拜月教发难，我们就已经失去了先机。试想眼下的情况对我们极其不利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等我消息。好。
大祭司，几名弟子刚刚在山中探寻到了舒静荣的踪影。舒静荣，是。楼主，我与静领主以为您在拜月教宫中，我方才返回。阿静呢？拂晓时分，他看您还没回来，便独自一人上灵鹫山去了。若天亮您还没有回来。 我一定会一个人杀入月宫。我这就去寻他回来。还有，传令下去，命所有听雪楼弟子速速退至灵鹫山地界之外。是。教主息怒，是属下考虑不周，不该擅作主张。别人有所不知，可是你，怎么可能犯下如此大错？谁都可以去拦下舒静荣，就是嘉若不可以。 你在拜月教这么久，难道你还不知道舒静荣是我的大忌吗？属下知错。教主，可舒静荣的武功如此之高，除了大祭司之外，教中无人能敌。属下也是担心教主安危，所以情急之下才把此事禀告了大祭司。其实教主大可不必过于担心。这么多年来，大祭司丝毫没有怀疑起自己的过去。现在他即便见到了舒静荣。 也应该不会想起他。这是拜师有余。教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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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留步。大祭司前去对付舒静荣，可听雪楼的计划，我们无人知情。教中需要有人坐镇，更何况，教主还需要更加在意自己的安危啊。顾不了那么多，那不是别人，那可是舒静荣。 大师兄，大师兄，真的是你吗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没死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还活着，我怎么都不知道你还活着呢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怎么了你？啊！ 你认识我？我是明儿啊，大师兄。你怎么了，大师兄？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明儿啊，大师兄。大师兄。明儿。我是明儿。你为何会如此难过？见过。 大师兄，不，你不是我大师兄，是拜月教的大祭司。
萧逸晴，我已带拜月教弟子前来，你们竟敢单枪匹马闯我拜月教领地，如今就休想活着离开。一会儿你找机会先行突围，你先撤退。我不走。萧老主，我们可是又见面了，上次不慎惜败你手，今日再见，定要好好讨教一番才行。 你想的没错，他就是青兰。加入。 这里人手足够，我们先回教中，静候消息便可。算了，放他们走。加入。我说放他们走。 怎么还不回来？也不知萧楼主是否寻到了静姑娘。他们二人武功不凡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闪失。楼主，静姑娘，你们回来了。即刻动身，返回听雪楼。 楼主，高欢斗胆，有一事相求。这次，高欢就不随你回听雪楼了。我想与叶姑娘一起云游四海，未来或许有很多变数，但是我能做的，就是选择好眼下。既然你心意已定，那我便不强留了。 多谢楼主，楼主向来体恤下属，不强人所难。但是此次，幻花宫败于听雪楼之手，冥河因此而动了怒。你们二人要速速离开拜月教地界，路上要多加小心。既然你们心属彼此，能携手相伴，自然是极好的。但是高欢，你对叶姑娘还需要诚心相待。 若因人飞扬的事再生嫌隙，岂不是白白阻碍了你们之间的感情？是，静姑娘，告辞。 加若之事，我并非刻意隐瞒。你认识我？ 我是明儿啊，大师兄，你怎么了，大师兄？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明儿啊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明儿，我是明儿。
加入，你还相信我吗？我只是在质疑我自己。最近，想要找出答案的想法愈发强烈，好像我跟答案之间只有一线之隔。听雪楼的人不可尽信，你跟舒静荣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。 我失忆之前真的从未见过舒静柔，为什么她看到我会那么伤心？我是明儿，而我看着她落泪，心里会那么难过。怎么了？ 瞧一瞧，看一看上好的布匹。哎，姑娘，需要买布吗？哎呀，姑娘真是好眼光啊！这块料子用来做嫁妆，那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姑娘，这料子都是上乘的。凤莎，好多大户人家都是从我们这里订的料子，大都啊。 凤莎，你若是喜欢这匹布，我买来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店家，哎，客官，这匹布我要了。好嘞，姑娘，您的布。哎，谢谢客官。以后不要独自一人出来了，此处不宜久留。 我们先走吧。嘿，客官，您慢走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嘞，上好的布匹。启禀教主，属下已经在集市发现了高欢与叶风沙的踪迹，属下已命人尾随，是否采取行动，还请教主示下。高梦飞已回洛阳。 眼下难以得手，但高欢的命，我要定。此事切勿让大祭司知晓，你这就去带上教中杀手，将高欢包围，我要亲自取他的性命。是。舒静柔，你既已发现嘉若尚存人间，那我就不能再坐以待毙。你我之间。 永远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敌人。
来得还挺快的。听雪楼之人也未免太不将我拜月教放在眼里了。此处上是我拜月教的地盘，你们竟敢如此高调。今日我就要让萧逸晴知道，明和并不是好惹的。先前是秋护玉，现在是拜月教。看来我高欢不死，明和教主是不会善罢甘休了。给我杀！ 高欢，你怎么样？ 自量力，明和，你要杀的是听雪楼的人，不要伤及无辜，放了他。他为了你前来送死，我能奈何？都怪我大意了，若不是我非要到集市上买东西，你也不会被拜月教所擒。 把高欢给我拿下！若你我有缘，一定还会再相聚的。快走！ 是我，你又何必让自己陷入险境啊？江湖虽大，也总要找一处依靠。未来的日子还长，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这个资格与你相伴。你是为了我才离开听雪楼的。我们说好要一起共赴江湖。 如今你有了他，我怎能一人独行？入了北西的门，当了属实的人，点着恩怨的灯。
我是土是尘，来世孑然一身，去也孑然一身，堂中皈依的灯，暗自铺陈。凉薄人间一座悲喜楼，凭栏尽处七夕白衣瘦，谁步步回头，却道浮生依旧，斜雨腥风思念怎么透。饮一盅江湖醉的风危险，品一口流年下的雪为甜。命运它如刀，光如利剑，不明风月，叫世间一一道破了执念。在天上落过泪的月是雪，在心里下过雪的人凛冽，月化作决裂道出心间，斩寂寞荒原，也要渡世间尘楼中人皎洁。